来，各位，这是一块缅甸翡翠原石啊，刚刚一位缅甸小姐姐送来的啊，皮壳相当老，品相很好的一块缅甸翡翠原石啊，老莫安基敞口的，重量呢有1.67公斤啊，皮壳老，品相极好的一块翡翠原石啊，1.67公斤。1.67公斤啊，啊，面上有手镯位，但需要对啊，毕竟大家知道，这叫全世界最神秘、最刺激的游戏啊，疯狂的石头啊，疯狂的翡翠原石啊，啊，像这种的你可以不切也可以啊，是吧？放在家里边，放办公桌上、客厅上啊，这就叫时来运转啊，时来运转。老话说，山有玉则草木润，人藏玉则万事兴啊。还有叫什么呢？叫物华天宝啊。它本身呢，翡翠它就是万物的精华，天然的宝藏。很多时候您不需要去切，知道吧？不需要去切啊，摆着就可以了啊，是不是？摆着啊，观赏啊，把玩呐、啊，放到鱼缸里边啊，或花台里边啊，是不是啊？都可以啊。你要想切的话嘛，就切，是不是？但打灯看不到表现，这个啊，打灯看不到表现，这个缅甸翠又洗不到啊，洗不到，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啊，啊，皮壳极老，啊，品相很好的一块翡翠原石，来吧，山有玉则草木润，人藏玉则万事兴啊，缅甸翡翠原石。物华天宝。